好，那个各位商务印书馆的读者，还有咱们线上线下的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举办叫《两岸70年中国共产党对台决策与事件述职》这么一个新书的发布会。大家看到今天我们请的嘉宾哈。是两位，那一位呢是我先介绍咱们这书的作者啊，刘桂军老师啊。那个刘老师呢是咱们那个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人员，多年研究中共党史，然后他原来的方向呢是那个研究那个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然后最近几年呢是。把那个港澳台，尤其两岸关系，台湾问题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啊，这是一个，所以他的这个新书《两岸七十年》，这位就不用多做介绍了，我们那个我们读者还有我们的朋友都非常熟悉金灿荣老师哈，金灿荣老师，我们。现在您不当院长是吧？哎，不打。啊，那个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然后我们国际问题的著名的专家，用金老师自己话说，专门研究美国的啊，但实际上还有中国的外交各方面，其实金老师的研究方向是非常的非常的广哈，谈台湾问题，那我们也请金老师来跟我们一块儿。把他的一些想法和观点跟我们那个一起来进行分享。那么开头我还得说几句话。我是商务印书馆的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我叫顾青。作为这本书的叫出版人吧，出版方，那我先简单的把这个书的基本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本书呢？它的副标题，正标题《两岸七十年》，副标题叫《中国共产党对台决策和事实的述职》。实际上呢，就是把那个从1949年到2019年这个70年间，我们党、我们的国家的领袖，历代的领袖在处理这个台湾问题，然后以及这中间的决策的过程。有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梳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从出版界近几年关于台湾问题的书没怎么出过，但是这本书在现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现在是那个拿出来，我想大家都懂的，它的意义在哪儿，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呀。这本书从头到尾认真的读了一遍，我感觉这本书啊有三个特点啊，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个特点呢，我觉得这本书，它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出现台湾问题之后的各类决策的历史做了一次完整的梳理。这个梳理啊。我们经常说，现在关于台湾问题有很多的那种民间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但是呢，这本书我们称之为叫正史。啊，我们刘老师专门做我们党史研究的，这是一个正史。通过这本书，我有三个体会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体会，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几代的领袖和决策者，在处理台湾问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个东西叫追求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个决心始终是坚定不移，从来没有动摇过。啊，这一点我想非常清晰，好像有一些。舆论或者有一些说法，对这个问题好像说党内有些什么说法，基本上都胡说八道。
我们的这个领导层对于祖国统一是坚定不移的。我第二个感想是什么？第二个感想是，我们党和我们的领袖对于台湾人民始终抱有最大的善意。我自己个人体会，真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国人民、为台湾人民谋福祉，这也是这个想法，也是坚定不移，也是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现在有的网友或者有一些朋友，好像觉得那个对台湾人民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还是要以这个为准。台湾人民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部分。第三个，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反对台独，这个意志和决心也是坚定不移，从来没有动摇。维护国家的统一完整，这一点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态度。所以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其实尤其是第二点，对于台湾人民的报以最大的善意，这一点始终没有变。而且我读这个书，我这一点也体会的特别，就是有特别深的体会。两岸一家亲呐、这个说法，总书记的这个说法真的是始终是也是一以贯之的。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些体会，所以我做一个开头。对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总书记有这个话，就是台湾问题是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一定叫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个结论也是非常清楚，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我们国家的叫那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这个基本的方略，我觉得是一定能实现啊。这是我开一个头。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刘老师，刘桂军老师，您把这个创作这个书的背景一些相关情况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书目前谈台湾问题的书太敏感了。您尊敬的郭总，尊敬的声音大点，尊敬的金三荣教授，很高兴今天到这个商务印书馆，这个咱们著名的一个出版单位，面对这个各位读者、各位出版界同仁，非常荣幸。我就介绍一下这个书的，我写作的一个想法、一个创作的一个设想。就什么呢？这个首先写这本书呢，和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它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是在这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多年。这个单位呢，说是有一些朋友还不是太了解，他是专门从事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央的一个直属机构。这是一个是我的工作性质。再一个呢，就是这么多年来呢，我的研究方向呢是侧重港澳台工作，就是这个分两个阶段。一开始这个2008年到这个2017年，这中间呢，我是从事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研究，这个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这个在从事这项工作研究过程中呢，参加了一些大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邓小平传，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对这个港澳问题、对台问题都非常关注，有了一些大量的一些谈话。这个一国两制也是他提出来的。在这个参加这些项目的过程中呢，也接触了一些大量一些材料。同时呢，在2014年的时候，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电视片《邓小平遗物故事》。这个做电影片过程中呢，这个因工作需要呢，采访了大量的这个
当事人有对台工作的。这个电视片呢，它这个总撰稿呢是这个龙平平先生，就是这个龙平先生，就是今年这个热播剧的《觉醒年代》的一个总，他是编剧，他也是等于我的领导和老师，也是从事这方面研究，也是跟着他工作了十几年。那我是呢这部电视片的一个执行总撰，这个执行总撰稿呢，从这里面有两集呢，就是一个是港澳工作一集，然后对台工作一集。这里面呢，就会比如一些具体的一些历史细节，啊，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块呢，然后呢，到了一八年我们这个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就是原来我是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来机构改革以后呢，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编译局啊三家合一，组成现在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我呢是从事新时代党史研究工作，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编辑。然后呢，去年就今年呢搞这个党史学习教育，这有一部重要的教材《中国共产党简史》，啊，我也参加这本书的编写呢，承担了“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这部分的这个编写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看了大量的一些材料、一些资料，进行了一些认真的梳理，这样我就有产生一个想法，就特别是总书记在2019年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座谈会，他这个一个讲话啊，今天我把这个讲话也带过来，就是这个讲话呢，看了以后呢，总书记对他对这个台湾问题这70年来两岸关系做了一个总结、一个回顾，然后针对呢当前的两岸问题提出了五大政策主张，这我就谈了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70年的这个历史进程。台湾问题产生的缘由、过程、发展和方向做一个梳理。同时呢，就是这个对写一本就给大众看的这样一个稍微通俗一点的，然后把这个从中央决策这个角度介绍给大众，所以产生这个想法。然后呢，有这个想法以后呢，原来因为和商务有过合作，和咱们这个责任编辑刘维岩老师沟通以后，他们很感兴趣，然后得到顾总的大力支持，所以说这次写作这本书的一个缘由。然后我这个写这本书呢，它这个图书结构有什么特点，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台湾问题啊，它就等于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然后这个一个内战和美国干涉，它这样一个产物。这个七十年呢，它又可以多种写法，一个写法就是说这个，你可以这个按照现在这个新的历史决议不现在分四个阶段，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这个新时代，还有我这个书呢是按这个原来传统的分几个阶段，就，咱们通俗讲的毛、邓、江湖、习五个阶段，因为这样分的话结构比较均衡，它从内容上梳理来说，这个就是分这五部分内容比较均衡一点，然后它每一部分呢内容各有特点，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还是按这个分法，当然还有一些它的分，它这个也去年它出了一本这个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孙晓福先生，他是写了一本这个两岸关系40年，他从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呢是把这个整个70年做了一个梳理。这本书的这个创新之处呢，一个是呢，我是这个就是让材料说话，就是这个把这个能打动人的、适合故事化、情节化的这样一些内容，都给他认真梳理、总结、呈现出来。比如说这个书中，我首先是官方的一些这个文献资料，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来，
对台发表的这白皮书，咱们这个指定教材，然后台办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文献资料，这些一个在这方面，再一个就是工作过程中，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呢，采访一些当事人，比如说这个1982年廖承志当时这个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他致蒋经国台湾当局这个领导人，他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怎么写的，他的过程是怎么样，要体现一个什么意思，这就是当时采访了很多这个当事人，这个所以说把这个背景都了解很清楚，这个材料呢也在书中体现了，还有一些档案中的一些材料，因为我们搞这些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写当时的基本读本，我们要看大量一些档案材料，这一手资料，这里面呢也有呈现，当然这些材料呢都是已经这个经过台办他们审查批准的，可以呈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研究成果，前任一些研究成果，他们就是对这个台湾问题哪个阶段，他们有哪些研究成果，在站在他们这个基础上，对他们已有的成果做一个梳理分析。再一个呢，还有一些这个境外媒体的材料，我也有部分使用，比如说这个这个习马会就在201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习马会，这个就马英九他一个致辞呢，当然咱们这个官方媒体没有发表，但是呢台湾它是一个中天电视台，它有媒体发表，咱们网站有时候转引我也使用了，这样的话能把当时的情景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就是可以说这个是写这本书这个材料的运用材料占有我是比较全面。再一个呢是带着感情写，就是说这个两岸它虽然说这个起起伏伏有时候也是关系很紧张对峙，然后呢后来也有和平发展的一个时期，但是呢总体来说呢，我们两岸呢都是刚才顾总也讲的很好，就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共同传承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它这个不是冷冰冰的，为什么说中央老是提我们要用最大的诚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两岸统一和平统一的前景，为什么这个海峡两岸这个局势现在这么糟，情况这么糟，我们还在提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在这个2016年3月5日的时候，就当时呢是蔡英文当局他们呢上台了，民进党当局上台了，然后这个海峡两岸包括中国人包括这个境内外海内外都很关注，这民进党又回来了，然后这个中央这个调子怎么定都很关心很关注，因为这涉及到很多人，在这个2016年这个3月5日在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上海代表团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他就明确说我们对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是一贯的明确的，不因台湾局势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这个说的非常明确，他这个当然是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呢我们这个继续推进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我们的方针坚定不移，再一个是我们反对台独坚定不移，这个就是说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这样的话我就是按照这个创作思想把这个书呈现给大家，觉得这个咱们这个书最后一个在网上发布的那个写的那段话觉得非常符合我这个意思，这个追忆心灵契合的历史细节，理解台湾问题的脉络走向，读懂一个中国的深刻意涵，让历史昭示未来，我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谢谢大家。对，那个刚才刘老师其实把他的这个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跟大家都
都和盘托出啊。这里面我听到的一个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首先像刘老师这个身份特殊啊，他能够接触到很多我们普通一般的研究者所看不到的资料，他在境内外，而且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他都吸收进来，所以我想这个书的学术性、权威性啊，这个是得以这个保证。还有呢，就是刘老师他是写给普通人看的，写给我们大众看的，写给我们中国关注台湾问题的这个朋友们看，所以他叫笔端带有感情，所以他有里面很多那个很细的那些历史细节，哎，都给还原出来。我想从中间也能够感觉到这个两岸问题对于跟我们老百姓的关系息息相关啊。那么那个金老师，您是对两岸问题始终非常的关注，您作为一个学者，您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呢？有请金老师。首先谢谢顾书记啊，谢谢咱们商务啊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点看法。首先啊，我要讲讲商务啊，商务是我那个这个大学时候啊这个最倚重的一个出版社啊，商务跟咱们旁边那个邻居那个中华，对不对？是，都是属于百年老社啊，这一百年来啊，对我们国家现代化贡献很大，开拓民智，推进学术啊，交流中外，这个反正那个汉译名著对我启发特别大，对，他对一代人都是有影响，我就是其中一个受影响的，我很感谢这个出版社。然后现在呢，哎，我觉得看这个书我挺高兴的，就是什么呢，就除了继续啊把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精华引入中国学习，他们也开始推一些原创的东西啊，这本书就是原创，是吧？对，这个我觉得方向挺好的啊，原来特色我觉得应该保留，这个打开国人的视野嘛，引进这个外部的这个精华，对，哎，但是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推出去我觉得挺好的。这个首先我觉得这个出版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儿。那么说的这个书呢，首先我感到很敬佩啊，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个后浪挺厉害。我刚刚见到那个刘国军，那个挺年轻的，嗯，这个我们青年一代学者起来，这个是挺棒的啊。那书本身呢，我觉得有价值。刚才那个顾书记也讲了，他实际上是就大题目是两岸七十年。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对台决策与实践书史嘛，它就是一本正史。顾书记刚才定位很好，这个而且呢，因为他想的写的脉络清晰啊，这个事实叙述特别详细。我觉得从这意义上讲，好像是不是能不能说是，就是咱们这个中央啊对台政策百科全书，嗯，是吧？你要查就反正哪个阶段什么政策它都有，对不对？所以首先他对公众了解台湾问题很有帮助，我这意义上讲对我们学术界也是有好处。我们都通常这样，就是大致呢咱们什么阶段什么政策知道的，哎，你要讲细了还真不知道。 对是吧？现在有的证书就方便了。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引述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整篇呈现出来。对，刚才刘老师提到的那个就是马英九的那个讲话，嗯，全文，还有很多廖承志先生当时他的那个详细的过程，所以他是一个史料汇编、政策汇编，还有很多事件的一个还原，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至少两功能，一本是正史的，一本是准百科全书，所以他不仅对公众有帮助，其实对学术界也是，我觉得挺好的。这个。那个书的结构其实也简洁明了啊，开篇那个序言我看就是习主席讲那个第一句话，对吧？台湾问题啊，因这个民族落乱而产生。哎，这个最后结语是这个另外一篇，是吧？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前后呼应。然后呢，中间这五章啊，基本上就是五个领导人嘛，主席那个时代、毛主席时代、小平时代、蒋主席、胡主席、习主席这个。所以结构呢也比较清晰，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很，就是第一个很有价值，第二个就是很适合现在的形势需要。客观讲啊，现在台湾问题是变得比较热，
大家都就关心度上升，但现在就是坦白讲想法比较乱了。对，然后呢，哎，这个时候对咱们自己的政策，哎，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啊，我们更可以让我们就了解事情的全貌啊，对未来的发展哎。所以呢，我的直觉就是这个书啊，第一从商务角度来讲啊，推出自己原创东西就很好。第二呢，是台湾的本身来讲啊，现在需要这么一本书。那么我在想加一个角度是什么？台湾问题啊，啊，从现象上看，或者叫结构上看，实际上是一个叫两国三方游戏。嗯，哎，两国就中美嘛，这个，那三方因为是咱们，因为内战里面，国共内战里面也变成了两方，两国三方游戏。但是毫无疑问呢、啊，最终解决就决定台湾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其实是。这是一个最终的答案。所以中国大陆呢，而且随着我们民族复兴，我们就主导这个问题越来越强。所以，因为这是问题的主导嘛，所以对这个主导中的想法、能力、清晰的了解，那么对整个问题的那个把握正确一些，嗯，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把我们这一方的。政策来龙去脉，这个都最清楚，非常价值。那么最后我想稍微讲几句，就是读完这个书的一个感受。跟其实很多都是跟胡书记也是同感啊。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历届这个领导人对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国家统一坚定不移啊。这个，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挺与时俱进的，那根据情况。它不是那么教条，对吧？不是那么一根筋，因为它基本上随着内外形势变化它调，而且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个另外也是呼应刚才这个书记的说法，就是对外国势力啊干预台湾事务啊，中国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这个然后呢，这个当然最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像。就是从那个最后结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方其实现在啊，信心是正在往上走。就其实后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国国力确实是上来了。四九年不可同日而语啊，四九年时候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是个农业国，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最大的工业国，因为我属于，顾书记也知道我属于工业党嘛。我看那个历史还有社会问题啊，那个出发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那么我的基本观点就是，人类就两个文明，一个农业文明，它的基础就是种植技术啊；第二个呢就是工业文明，它的基础是什么？现代制造业，大机器生产，就两个东西。那么西方为什么崛起啊？哎，因为他们率先掌握了大机器生产的知识和技巧啊。那么中国今天为什么崛起啊？因为我们也掌握了，这一点挺难的。哎，我们要知道那个全世界现在大概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吧，这里面真正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的就20个，全集中在我们北温带三个地区：东亚、西欧、北美。它后面就两个文明，西欧后面是新教文明。因为那个西欧北美是新疆文明啊，你看北美是那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嘛，西欧呢德国，这个就新教发源地，知道吧？那么非西方呢就是咱们那个东亚这个地方加盟大圈，知道吧？这个所以不容易的啊，这么多国家，而且三分之二国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945年呢8月15号日本独立的时候，不是说错了，日本。那个裕仁天皇宣布那个投降书的时候啊，对，地球上只有71个国家，对，现在是那个时候三倍啊，多出来32个国家都是后来独立的啊。但是请注意啊，这个独立的国家呀，他们真正实现工业化很少，但是我们很幸运，哎，我们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一旦我们工业化，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这个按照这个世界银行的数据吧，2019年中国的那个制造业是占世界32.4%，这什么概念啊？
就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之和。那个，所以，因为就是近代文明是工业文明，然后工业文明基础现代制造业啊，所以掌握现代制造业，所以才能够这个把握自己命运。而我们现在有了现代制造业能力，而且是规模最大的，这就给了我们解决它最大的底气。再讲一个小数字，我就结束，就是什么呢？也是最近大家在这个网上可以看到，也是世行的数据啊，就是过去十年，不是过去十年，稍微远一点，是2010到2020的十年，我们人类的 GDP 啊，从60几万亿增长到80几万亿美元，一共增长了18.3万亿美元，但是其中呢，中国是8.8万亿，美国是6万亿，就我们俩老兄加起来14.8万亿啊。就是剩下给别的呢，那帮老兄啊，就是那个20%，就80%我们两家。嗯，所以也有人说，这十年呢，实际上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啊，其他就不发展，知道吧？两个正在发展中，对对对，其他就不发展了，停了这个。这些东西，这些数字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中国要有信心，嗯，包括台湾问题，哎，因为我们就是背景是我们掌握了工业化能力嘛，而且是最大规模的工业化。我整个那个国力在上升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就是主导这个问题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强。总之就是这本书是很有帮助，对台湾问题啊，相信对大家比较理解我们的这个中央的想法和政策走向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我后来加的这一段主要是告诉大家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在两国三方游戏里面，我们越来越成为主导方，现在成为主导方，这个他这个作用大了，所以就要了解了。然后我最后加的那一段就是告诉大家要有信心，这个硬数据摆在那，当然这不是我编的，都是世行的数据，知道吧？这个是也应该讲时间，这个怎么说呢？对我们有利啊，然后。这肯定也是习主席有底气讲，我们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诚意啊，那个争取和平解决的前景，也大概要透明到底就在那。好，谢谢。其实刚才靖老师所谈的，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为那个我们19届六中全会我们的那个国家做的那个决议啊里面的一段话做的一个注释。这段话叫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靖老师实际上刚才讲的，我们的底气来自于哪里？这句话从哪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制造业的发展，我们对国家复兴的这么一种，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这么一种能力，逐步逐步在不断的增强，所以台湾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信心。这里面我特别想那个就是历史值得我们重新梳理啊。那么我特别想有一个问题，请刘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老说这个好像有的变成两岸问题，变成什么？到底是台湾问题怎么产生的？当时，把这个台湾问题，因为这个书啊，既然是2070年，把台湾问题这个整个两岸关系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啊，也是梳理做一些梳理，简单给大家啊介绍一下。首先说这个现在咱们都知道。不管是政府工作报告，然后这个还是党代会报告，这个咱们这个党和国家这个总结一段工作的时候，它都有这个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对台问题啊和港澳是连在一起的，就港澳台问题，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面，因为它和咱们讲政治、经济、文化啊社会生态文明，它不属于，它这个有这方面内容，但是又和这个不一样，这五个方面是吧？还有四个全面，啊，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啊，这个各个方面，
他就和外交军事也不一样，极其特殊的一个方面，当然是整个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一个部分，同时呢又很特殊，它是一个三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区域。港澳问题当然回归祖国了，但是呢咱们是在这个大陆主题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我们治理好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然后台湾问题呢还没有回到祖国的这个怀抱，它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所以说这三个问题呢它又不一样，港澳和台湾问题不一样。就是台湾问题这个产生呢，刚才顾总这个提问呢，它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就是它与香港澳门问题不同。港澳呢它是隔战的啊，它跟西方列强隔战的，它是有条约在的，虽然不平等条约，但它有条约在那个地方，它属于一个国际问题啊，一个。然后呢台湾问题呢，它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胜利以后呢，它已经回归祖国了，从日本那个原来是日本占领的一个殖民地，回归祖国了。但是国共内战，他这个到这个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开国大典开了以后呢，他只是一块尚未解放的领土，他和其他地方一样的，因为当时49年10月1号以后还有很多领土没解放，包括解放大西南，这个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都是后来解决的，他只是一块领土，没有解决的一块领土。只不过他有什么特点呢？只不过是蒋介石跑到那个地方去了，跑到那个海岛上去了，他把这个家底带过去了。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付出代价要大一点，是吧？但是总归是要解决的。他这问题产生呢，那就是美国的干涉，那个美国干涉这造成这问题，几十年两岸这个特殊的这个政治对立，就是这个朝鲜战争，那美国呢，他这个武装干涉，咱们第七舰队开到了那个台湾海峡，对，他的这个问题。当然呢他这个一个方面呢，他和美蒋呢，他有一个勾结，当然目的也不一样。美国呢他就是说后来不有句话嘛，把台湾看成一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他的目的呢制造两个中国，然后把台湾当成一个棋子，是吧？然后根本目的是牵制大陆。那蒋介石呢，当时蒋介石集团呢，他呢是利用美国大陆对峙，他的目的还是想着有一天还是要我反攻大陆，是吧？靠美国支持，他不有句话嘛，叫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他这个计划，当然这个后来的美国明确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啊，这就是说啊，后来这个咱们这个毛主席啊、周总理他们那一代领导人他是怎么考虑的？他是利用这个美蒋。他就是那个尽量就是这个咱们工作政策出发点就是不要造成这个两个中国这种局面。为什么这个后来这个炮击金门呢？炮击金门他就说这个隔天不是说每天炮击隔天炮击，实际上是当时的金门马祖他的离大陆很近，我们收复是很容易的。为什么这个他是造成这个打攻而不打呢？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美蒋的拖住，是吧？然后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金门马祖就不要了，然后我就直接守好这个台湾本岛就行了。然后蒋介石呢，他的当然他从这个角度叫两蒋父子，他和从这个一个中国这个角度，他是和大陆是一致的，和咱们中央是一致的。我不能说这个。造成两个中国，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在联合国这个席位还是这个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他是这样，咱们是70年代才恢复联合国席位。从这个角度，然后呢，这个在当时情况下呢，后来呢和美国关系有所缓和，有缓和呢，这时候咱们就提原来是解放台湾提的，武力解决一直是这个。一直是这个方针，但后来呢是一直因为美国干涉没有解决。后来呢，咱们也是提出和平解放、和平解决，也是呢寄希望于这个台湾当局，看能不能谈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赵龙的方针有所变化，就后来是提出一纲四目，一纲四目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周总理呢他概括出来的一纲四目。一纲四目这个一纲四目啊，我当时读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那个对台湾问题那个一纲四目提的比较少，但是看了这一纲四目是我当时觉得特别震撼。实际上就是在60年代提的，毛主席和周恩来当时提出来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个解决台湾问题一纲四目，基本上就是那个一国两制的一个雏形啊。对对对，顾总这个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到位，确实是也是这样。后来咱们这个就小平同志他提出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他不是凭空来的，实际上咱们第一代联合领导人已经有这个做了一个这种咱们工作策略，咱们大政方针的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雏形一个准备。他实际上当时这个这个为什么提出一纲四目呢，也就是想和平解决这样和平解决，然后呢一纲呢就是一个中国这个原则作用，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个四目呢就具体的也放着我们这个就两岸统一以后啊具体授权台湾可以，他一个就像咱们后来这个搞这个港澳问题啊，也是一国两制，咱们这个对台问题啊，如果能够两岸统一，我们这个方针更宽。这边我把一纲四目，可能我们网友有时不太知道这个事儿啊。1963年1月，周恩来请张治中副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前途，谈到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叫一纲四目。一纲，这都是带引号的啊。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就指蒋介石啊，总裁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由台湾领导人全面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处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等时间成熟，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条是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就是一纲四目。是不是就是只要主权回归，别的一切都好谈？对对，是这意思。这是这个阶段，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呢，咱这个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说，咱们要就是。中国当时这个情况，就是党中央做出搞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搞这个决策呢，然后呢，这时候呢，要搞改革开放，不是说你想搞就能搞出来的啊。那你这个国际环境非常重要，金教授的研究这方面大专家，就说你这个搞改革放这个阻力呢，这个美国它代表西方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是吧？正好这时候呢。美国是有求于中国，他搞美苏争霸，是吧？拉拢中国，这一个，这在这种情况下呢，中美有改善关系的这个契机。当然，这个改善关系呢，从70年代开始，从那个72年开始就有改善。但是呢，建交呢，是这个，1979年1月1日就改革开放以后，这实际上都是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这个方针。就做出重大的一个调整，原来的咱们不一直提着解放台湾嘛，现在就是逐渐的提出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方针。实际上这时候呢，这个当时的情况下呢，台湾的发展当时是很好。那这个去看了一个数据呢，1992年呢，在这个就是改革开放时期呢，台湾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大陆的45%，台湾的发展那个四小龙嘛，亚洲四小龙，它都发展的很好。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这个
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咱们提出三项条件，一个是这个断交，断交就是你的要和中国建交呢，你和台美它要断交，就像这个撤军，啊，要把军队撤走，嗯啊，然后这个废约，实际上你当时想，在这种当时那个情况下，要实现这三条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咱们坚持这个中美谈判也谈判了多轮，咱们坚持这一点，小平同志他们也会代表。就是必须要实现这三条才能建交，所以这个角色非常好。假设说这在其中任何一条没有实现的话，比如说撤军当时如果不撤军，如果美国还有光明正大还在台湾有驻军，你想想咱们的台湾问题解决是多么大的障碍。所以说从咱们这个中央的这个决策，从咱们第一的领导人啊，第二的领导人他的决策来说，为咱们后来解决台湾问题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呢，和美国建交，你这样这个西方这个世界就打开了，咱们搞改革开放就具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和台湾关系也有很大改善啊。这个当时呢，蒋经国他们那个时期就三不政策，三不政策就是这个不谈判，然后这个不接触，然后不妥协。他这个做工作是非常难，当时非常难的，这个书里边都有呈现。对啊，一个是寄希望台湾当局嘛，寄希望台湾人民，嗯啊，但是当局他不松口，你这东西也不好做。这时候呢，好歹呢就是87年的时候，这个持续不懈的努力嘛，台湾那边的打开缺口了，就可以这个两岸探亲，两岸可以接触了，老北京可以接触，可以走动了，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90年代呢，虽然有曲折发展，李登辉上来以后呢，曲折发展，但是呢，两岸交流啊，实现了很大的一个发展啊，两岸经贸关系起来了啊，到了这个21世纪，然后特别是马英九上台以后呢，两岸关系，这个胡锦涛总书记那时候他这个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两岸关系实现了大交流、大合作啊，这样一个局面是最好的，和平发展的一个时期，非常好，嗯啊。然后呢，咱们这个三通也实现了。三通是1979年，1月1日告台湾同胞书提出来的，已经30年，啊，终于实现了。然后这个两岸签经贸协议，然后这个两岸经济合作框架，这都签了，局势非常好，啊，所以说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后来呢，就现在来看的话，两岸特别是经贸方面，深度融合的。台湾它这个当时呢，它这个它经济体量我刚才介绍，就是1992年的时候它占大陆的45%，那现在呢看一个数据，2017年它那个经济总量只占大陆的4.5%左右啊，现在它等于跟咱们比了4.5，45到4.5，对，现在4不到1点，四不到点，对，更小17年嘛，现在更现在已经又4-5年过去了。这去年它是6680亿美元，合人民币呢40000亿，咱们国家不是咱们国家，就咱们大陆101.6万亿，啊，对不对？对，略差一点点。对，那么今年呢差得很远，今年大概我们是110万亿。台湾还是10万亿，就3.9。对，他这个所以说呢，他那个咱们一年的经济增量，等于是一个多台湾的一个他的总量。对，就还看了一个数据呢，咱们深圳市的财政收入，比整个台湾省的他这个财政收入还要高，整个一年这个财政收入。所以说这个经过这些年发展，两岸实力对比发生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对，啊，这就是金老师说的，这就是物质基础。对，所以说呢，这个在那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主导权。对啊，刚才金老师说这个，觉得这个他不是一句空话，确实是这样啊。那虽然说现在，这个蔡英文当局上来以后呢，台独问题这个比较凸显啊，美国这个代表的西方这个势力这干涉加剧呢，但我认为呢，反对台独、反分裂，这只是这个咱们这个对台工作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然后我们这个大政方针，该做的做啊，我们这个搞这个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该做的做。这么多年来，特别十八大以后，
出台了很多惠及台湾同胞利益的方针政策，比如31条，嗯啊，26条，嗯，还有这个抗疫纾困的这个11条，还有这个农林22条，这个我们一步一步的非常扎实，我们就是要搞这个啊，这个台湾局势越紧张，我们越紧张，然后我们要寄希望台湾人民是吧？我们要搞好这个啊和平发展这个路线，坚定不移。特别是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总书记在视察福建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融合发展，融合发展就是一通促融，就是这个就是要基础设施，对对对，基础设施各方面的啊，我们这个两岸要接轨一些。一会促融就是这个惠及台湾同胞这方针，刚才讲的那么多条是吧？这个要继续做好，继续落实。以情促融，两岸人，两岸都是中国人，血脉相连，我们要搞这个心灵契合是吧？这个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我们这都是中央呢各方面呢都进一步落实总书记这个指示。所以说呢，从这方面看。我们最终要解决台湾问题，主导权、主动权是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的。当时我就想看这个书啊，我就来之前呢又翻了一遍，就是当时确实非常感慨。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这个解决台湾问题，那时候是在美国干涉以后是不可能解决的，势力对比是差距非常大。咱们当时当时国民党啊，他在美国支持下呢，他这个飞机，轰炸沿海地区，啊，比如上海市，这个厦门、福建这一带，甚至深入到腹地，西部地区。就当时那个情况下，咱们没飞机啊，咱们这个军事力量，当时还没有，虽然陆军比较强，当时那个美国他的那是那种情况下，想轰炸你，特别是过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到了90年代的时候，台海发生危机的时候，咱们不是当时试射导弹吗？试射导弹，发射了四门导弹，然后呢，咱们那个电位系统呢，当时是美国的它这个系统，经过2门导弹，然后它这个通过这种手段干涉呢，就是实际上没有命中这个目标，实际上是偏了。后来还是美国说这个。你这个导弹打哪？你说我知道，你们不用找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当时虽然说，底气不是那么足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它是就像金老师说的，它确实一个中美一个博弈的过程。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搞这个战备巡航，我们搞这个绕道巡航，我们现在就是说台湾不主张这个海峡中线，什么台湾防空识别区，我们不认可它这个。对，我们想一天想派多少架飞机去巡航，我们就派多少架。这个完全这个掌握在这个手中，所以说这个，我就想呢，非常非常感慨，就像金老师说的，这个主导权、主动权当然掌握在我们手，只不过是怎么解决，就是我们采取一个最有利于我们这个。最有利于两岸同胞，最有利于对我们这个整体，采用最好的一种方式来解决。这台湾问题就像这个书上这个封面上写的，台湾问题以民主弱软而产生，必将随着民主复兴而解决。对，金老师，您刚才提到这个叫三方啊。两国三方游戏，就我发现一个，从这书里面看到，两岸关系好的时候，是中美关系肯定是比较缓和，但中美关系一旦要紧张的时候，两岸一定出问题。您是专门研究美国的，您对这个美国在两岸就我们祖国统一中间所那个起的作用。发挥的不叫发挥啊，就是给捣的乱，您给我们梳理。谢谢郭书记啊。那个是这样，我在回答后面那个问题之前，我先补充一下这个贵军呢，那个问题啊，就是两个问题，就这个这一轮产生的原因呢，就最简单的说法应该是两个字，
就直接原因是内战，嗯，是吧？内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嗯，这个留了一块地方没有解决啊。还有一个就是冷战，啊，那没有冷战嘛，美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来干预这个事，所以两个战是直接起因。那么再一个长远一点历史观呢，就谈问题产生还是地理观。这是我很独特的一个观点啊，跟地理有关。哎，跟台研界的朋友呢，我交流过，但他很少这么提，是我独特的一个观点。就是台湾呢，是个海权和陆权交界的一个地方，知道吧？它是岛嘛，它应该属于海洋势力。但是呢，大家知道离我们很近呢、啊，是吧？因为那个这个台湾海峡最远是不到300公里，最近123嘛，对，是吧？从平潭到那个修桥山，哎，所以那个。平均是190，就它离我们很近的。另外就是关键是台湾的主体是大陆过去，文化、人那个血缘是我们的，所以它是什么呢？地理有点海洋因素啊，但因为我刚才讲了，地理离大陆近，再加上那个文化血缘，它又是大陆势力范围的东西。对，哎，这是我们国际关系学喜欢讲的海权陆权的关系，所以。他因为夹在中间，所以必然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你陆权兴旺，他一定归陆权；陆权衰败，他一定跑。所以从大历史角度来讲，台湾问题已经出现了四次了。第一次什么呢？就西方殖民者，荷兰人呐、葡萄牙人呐来了，占了一块，是吧？红毛城嘛，就出现了吧？对。然后这边那个当时那个中央呢，不是很敏感，没有及时给他驱逐走。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你丢掉你。哎，后来那个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啊，给他拿回来了，把荷兰那个揍了一顿啊，拿回来打得还挺狠的，荷兰投降了，拿回来了。当时这个郑成功、郑芝龙这个他的这个海军实力厉害，远东非常厉害，远东第一，对。所以郑家很富嘛，对，因为他当时垄断了东亚贸易40%，特别有钱，对吧？那个中国古代也是这个规律。搞海运的一定是巨富、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是第一次出现啊，就是，哎，被西方殖民者抢过去一段时间，然后被中国人给收回来了啊。对，后来呢，这个郑家一开始是忠于大陆当时中央政府，南明政府嘛，所以他算是中国人。但后来他们家那个又闹独立了，对，又跑，就第二次产生啊，然后是康熙让施琅给他拿回来，对吧？对。侍郎大将军啊，哎，然后呢，第三次呢就是甲午战，战败了，对，割让。哎呀，割让了50年，对吧？但随着抗战胜利又回来了。那么第四次就是这个，所以这次台湾可以第四次，啊，这就是地理决定的啊，这是我很独特的一个观点，供大家参考。这个当然，台湾问题产生呢，就是我直接原因刚才讲两战嘛，内战、冷战嘛；间接原因呢，一个地理，一个就是历史就是习主席自己讲的。民族弱乱，哎，那个像堂堂中华帝国败给了日本，这个东洋小鬼子啊，这是一个补充啊。回到你的话题这样啊，就是我们搞中美关系的朋友呢，喜欢这么讲啊，就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最重要。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比喻，就是中美关系要大量。是吧？我们隔着这个太平洋，太平洋相望嘛。台湾问题叫小两岸，那个小两岸是影响大两岸，但是最终呢是由大两岸决定。那个，所以呢应该这么说啊，因为大两岸决定小两岸，所以呢美国始终是不重要。从军事角度来讲，要没有美国帮忙，早就火大了。对，因为美国一直在游戏里面，所以得尊重这个现实。那个，我现在最新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美国呢，应该是在台湾问题上啊，现在下手更狠，所以这是一个未来啊，两岸关系确定的。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大概是要说转折，应该是2018年初吧，美国对我们的态度就是变了。我知道我们国内有些学者有不同意见了，他们还是认为。做努力还可以回到过去，我觉得那个已经有点理想，中美关系回到过去。那个转折点发生在2017年底，2017年12月28号，发表了一个4年1度的报告，叫《国家安全战略》，
英文叫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这个报告呢对中国有全面的一个重新定义。首先呢他是这样，从美国啊过去十几年都是打这个结束，大国竞争重新回到了美国战略中心。那么大国竞争主要是中国两个，那个所以这是一个定义。然后呢还有一个判断，这样他说短期看都是中俄两个对手，长期看着只有一个对手，那就是中国。为什么呢？他有一段论证，一个自然，他说俄罗斯啊掉到资源陷阱里面去。为什么？什么叫资源陷阱？就198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有一个报告，就提醒啊，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某一种资源特别好，他可能会陷入资源诅咒，英文叫 resources curve。 什么概念呢？就你这个资源特别好，然后你投资在这个方面一定是赚钱，于是国家的人才资金全往那个投，结果其他就废掉，是吧？然后一旦比如世界市场变了，这个产业整体衰落，这叫资源陷阱啊。那么他认为，美国人认为俄罗斯已经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说这是一个伯牙，就雷达一个伯牙能源，他能源，就是他的军事很好，军事，但是呢经济很好。那个这就是2017年的那个报告啊，就是他把大国竞争放第一位了，大国竞争当中把中国放第一位。另外对中国国家的性质他也有判断，中国是个修正国。修正于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挑战我美国现行国际秩序的，要修正我的秩序。所以这可以这么讲啊，就这份报告显示了美国的两党经营战略圈子。然后后面就是有动作了，三个月以后美国就发单方面发起就一旦，然后整个中美关系就开始这个下滑。那个那么到现在呢，中美关系性质就变了，因为以前中美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现在就是竞争为主。那竞争为主呢，但是合作实际上也是有经济有，但是它比例小。原来比如说竞争合作50-50，现在是7分竞争上，进入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既然他把你当战略对手，而且是敌对手，然后要竞争，那么他是他的台湾牌就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新麻烦。那么两个关系呢，现在也处在两个关系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很久的事情，那这8年是比较稳的。那个然后现在因为是民进党执政，民进党骨子里还就是台独党，他台独党纲一直没有改，对，没改，所以这就很麻烦。美国把我们当战略对手，要用台湾牌。那民进党当局呢，他也吃不我的。他在那个贵军讲一个数字很重要的啊，他原来是我们45嘛，一个小小台湾45，现在那个被福建超过了。对，他肯定是在十名开外了，对吧？就是省那个省的 GDP 比较，肯定是他现在着急呀、所以你看，美国要用他就迎合。那个美国是以台湾啊牵制我，他是那个就是通过那个抱洋人大腿，这个咸阳之重、所以这就是比较麻烦。现在对于两岸关系呢，现在应该讲状态不太好。然后这是小两岸啊，那大两岸呢也不太好。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啊相互激荡啊，就使得这个应该讲台湾问题啊现在那个状况比较严峻，因此对我们现在这个政策是提出的。所以当我们大方向不会变的，就是我们总体信心还是有的，是吧？所以习主席我记得一个是最近讲话应该跟涉台比较清楚的好几个，一个是10月9号，辛亥革命100周年，是吧？那个讲话很重要的啊。对对对。然后是不是这个就是决议六中全会嘛？决议六中全会吧？决议。对。然后呢，就是16号，11月16号，这个习主席不是跟那个拜登总统对对对视频那个峰会是吧？我们叫视频峰会，对吧？都就谈问题做的很严重，基本上我们还是两手吧。是吧？就是我们一方面很真诚的，很有耐心的，尽最大努力去追求那个叫一国两制，对对，
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确实在做准备，就是万一啊，国际势力、台独势力越过了红线，然后习主席好像是当面的，就是看着眼睛那个说的，跟那个拜登讲，我们会采取断然行动，是吧？断然处理。那大概现在这么情况吧，就是两个两岸都有点严峻，然后但我们总体是很有信心的，我们两手都在做准备，这都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啊，那个就是其实那个我们国家，我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决策层，我们的领袖，其实对台湾政策我觉得是非常清晰，就不是打暗牌，打的是明牌，打的是明牌，就是如果你们敢轻举妄动，你们一过红线，那断然措施肯定雷霆万钧，毫不留情。其实有时候要地动山摇，地动山摇，对，就当时跟在上海那个代表团说的，对，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是，那个和平统一的这个决心，也是非常那个坚定的。这里面我就想起，我当时我也做过一个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有个叫葛剑雄教授写过一个《统一与分裂》，他当时就是。属于那个汪道涵先生给他一个题目，说你们看看和平统一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个逻辑怎么样。最后他研究的结果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基本上都是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的，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和平统一，那是开创历史的。那现在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坚定不移，一直要打下去，一直要这种，就是希望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心来解决这个。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就是和平和战争，现在我们网友啊，尤其网友们，大家都很着急啊。不是有个歌吗？2035，就还得去台北吗？大家都很着急，觉得好像我们国家那个现在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就是金老师，您觉得是不是我们网友还是应该耐下心来，不能那么着急，要相信我们的领导层一定能把这个问题能够处理好。首先呢，我理解网友的心情，这个就是关心台湾的网友都是挺爱国的，出发点是好的，对吧？而且他们愤怒呢也有道理，因为那个确实美国现在动作很多，因为就是现在是小半年吧，如果这个军机已经三次吧，停靠台湾了，对吧？然后蔡英文不是也承认了吗？是有32个就陆战队特种兵吧，对，是吧？在训练台湾。那个另外美国国会通过了好几个法律，其中挺讨人嫌的法律，就是要求美国现在的那个地图啊，中国地图部分不能包括。这以后还影响中美贸易，就美国的文创产品要过来，如果是这个地方，太恶毒了，不许进中国市场，对吧？对。所以呢，美国动作很多，台湾当局动作也很多。你看去年，哎呀，那个疫情严重的时候，他竟然宣布就一个口罩不用，那转手呢还送给美国200万，这是很恶毒的。那个，包括到今天，世卫组织明确讲了，就不许以地方命名病毒。啊，像西班牙病毒，这都不，香港脚，你都不许他们叫，对，因为它会引起那个歧视嘛。所以不是就明确讲，就指官方指令叫 COVID-19， 就是那个新冠叫那个2019出现的冠状病毒嘛。哎，结果台湾当局到今天还在说中国病毒，就应该讲来就总有呢，出发点是好的，爱国啊，然后呢也有理由愤怒。因为他们做的话是不像话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台湾地方是，还有多方面考虑，当然希望这个损失最小的，这个因为习主席也讲了，用那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个方式解决最符合两个人的利益，尤其符合台湾人民，讲得很清楚。对，那个胡主席也讲了，就是你读的这个。两岸协商之间不是有一个体会嘛？对，理解中央政府还是关注台湾人民利益。对，那个这是我们这个共同的特点。所以，
哎呀，怎么说呢？就中央决策，其实它要综合考量，不要影响的。您看，那个前两天好像那个有一个就专门提到，以后台湾的那个税收是要用于这个，要用于民生。对，你看这主任，对，台办副主任讲，对吧？像我觉得像这一点都是特别充分表达善意。对，能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我理解网友的心情。嗯，哎，他们爱国，他们对那个台湾当局还有美国这个政治精英啊一些做法不满，他有他的合理性。但是呢，就是大家要考虑到，就台湾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所以也不能太着急。对，要相信中央，他考虑一定是全面的，一定是代价最小，是吧？要有信心，而且最终呢，应该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要信任党的呀，而且要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有，因为我们刚才连数字都摆在那嘛，就是确实我们发展是，尽管我知道啊，这种中国社会问题非常多，特别是年轻人呐、啊，哎呀，有些年轻人说老子躺平了，我也不找老婆不生孩子，不让你剥削，是吧？有这种人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对别的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势头还是好，机会还是多的。对，所以大概就是在对中央要有信心，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要有信心。这个不管台湾当局和美国怎么闹，其实呢，这个就是总态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对，最后我想加这么一个具体的事情啊。嗯。虽然蔡英文承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有32个特种兵吧正在训练啊，但你看那个训练内容也很搞笑。嗯，为什么呢？他训练台军怎么打巷战，哎，怎么搞爆破。对，后来我跟台湾的记者，他们有人采访我，这样完了，我说老美要抛弃你、啊、因为老美要保护你，他应该不许解放军登陆、啊、知道吧？ 啊让你打巷战了，但是他肯定是走了，知道吧？他就当吃瓜群众去了。对，是不是？就是让你站到最后一个，给我们造成一点代价。这很像什么呢？冷战的时候啊，美国跟苏联谈判啊，闹过这种笑话，把德国人给气死了。嗯，美国人跟苏联人讲说，你再这么搞，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德国人啊。德国人气死了。对，就是网上一个说法叫什么？死道友不死贫道。对，就这么一个逻辑啊。这个从那个阿富汗撤退也能看出来，就是他要走了，还在机场。收阿富汗人的钱，一张护照多少钱是吧？哎，简直是这个美还比较，这中国人有时候很难理解这一点，但是可能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它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民意问题啊，就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观点，好像这个大家也都比较认可，就是说，那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实民进党那个重新上台以后，那个好像就是等于选票嘛，主要是选那个选了民进党，没选国民党。那大家觉得好像民意已经永远的，好像那个倾向于独立，而不是倾向于统一了。有这么一个，那这一点其实是带来了一个，就是和平统一好像就因为民意的这个转移好像就很难实现了。那好像由于这个东西哈，武统就显得特别的那个重要。但是我们看两岸70年里面，其实我们两岸关系里面有很多是曾经有过一阵是动过刀枪，你像炮击金门啊，是吧？但这些是动过刀枪的。但实际上民意和武统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事儿，刘老师，您这边有些什么写的过程，有些什么看法？这个确实，我谈这个，这本书，我也表达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说这两岸问题，刚才也讲了，它是两岸都是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它的意思。但是两岸这个长期这个政治对立，特别是现在民进党，他这个属于街头党出来的，他就是操纵民意，这个东西
确实是民意呢，它这个变化不定，一阵的话，因为和他这个当局的政策有关系，但是呢，从咱们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就一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台湾当局良心，也寄希望，特别是寄希望两岸人民。所以说，咱们做这个方针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这个台湾同胞，为他们好，从这个角度，尽量咱们的统一，祖国统一这个最后的解决的方式呢，是用和平统一这样的方式。实际上，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个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一个伟大的一个创举。古今中外说的没有这种，因为武力这个领土问题，一般都是用这个武力解决。你要是，侵占别人领土，你用武力侵占，然后你要收回，你要武力收回，对不对？这个确实是，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是咱们一个创举。实际上就当时呢考虑呢，也是从台湾问题引起来的，或者呢首先呢，实践一国两制是从香港问题开始实践的。它目的呢，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就像金老师刚才介绍的，因为它涉及到各个方面，两国三方，实际上对港澳也是一样，三方就是一个是，你这个就是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咱们大陆实行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题是实行这个，然后呢，他这个你首先得考虑当地老百姓嘛，这个港澳居民怎么想，台湾居民怎么想，你说你按你的制度来，一国一制，这肯定他们是不同意，不同意的，然后呢，还是你要考虑这个另外一方，比如港澳问题，你要考虑英国，他这个态度是吧？然后呢，然后呢，澳门问题你考虑葡萄牙，他们因为长期在那个地方，多少年形成他的自己的一个利益，就像解决香港问题，他是，这个英国一个这个就叫什么一个皇冠上的一个明珠是吧？他有巨大的利益在这个地方，那你说要和平解决也得考虑他利益在那里，所以这是一个一国两制，他这就是这个用这个和平方式和平手段解决这个港澳台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就这样。你要有和平方式，不用武力方式，那你就必须提出一个好的一个政策，几方都接受的认可的一个政策。所以说一国两制提出它不是凭空的，确实它是一个创造。现在咱们这个在这个香港澳门咱们成功的解决了，成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然后解决完了以后，97年香港回归以后，澳门99年回归以后，咱们发展的很好，在这个方针这个政策一国两制的方政策不断的丰富完善，是吧？那但是呢，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呢，它在台湾这个民意里边，它是长期的这个妖魔化，这个你，这个确实它这个宣传，因为这个两岸毕竟隔离这个70多年，特别国民党时期那时候呢，因为国共内战。他那时候，是抹黑，这个黑工，这个那个也不用说，长期的这个老百姓这个心态，他就造成这个影响。说这个一说共产党，就好像这个这个老百姓的认知，他是长期造成的，这是客观情况。虽然说你这个大陆采取这些防震措施是吧，惠及台湾人民，但是他感受的人还是毕竟是少数一部分人。大部分这个特别是没来过大陆的人，他这个认知还是，特别是他们这个民进党当局后来以后，他那个宣传搞网军搞什么的，所以说你认识不到大陆的这个方面。当然来大陆的这些台商，来这个到大陆来过的，他都知道啊，大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这个对台湾同胞是怎么好，在这个各种方针政策对他们这个两岸关系好了以后，对他们也是发展空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大陆作为一个广大一个市场，对台商来好，对这个台湾年轻人来就业来求学都是很好，很有好处。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咱这个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要去做下去。所以现在我觉得就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台湾人民感受到我们那个
党中央的这个高明的政策和这个善意。现在你好像被他们操弄民意了。这件事儿，金老师，您觉得这个事儿，您觉得应该怎么解决？怎么看呢？是这样，我先扯远一点，就是说那个回应那个你刚才提到的葛剑雄教授那个研究，嗯，就是确实啊，古今中外啊，国家统一啊，和平的少，独立的多，多数都是血肉之苦。这个我去过法国西南部一个城市，中文翻译叫拉罗希尔，法国叫拉罗谢，那个就是在法国路易十四的时候被统一，原来它是个独立王。哎呦，那是血流成河，这里面呢人死了一半，很惨。他也不是说没有和平统一，也有，但多数都是血流成河。咱们国家也是这样，但我们也有和平统一的。这个大家知道百家姓呢，是不是叫赵钱孙李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为什么钱排第二？不是说这个金钱，对，是那个吴越王钱家，对，他自动的跟那个赵匡胤合并了，是吧？就免得江南地区生灵涂炭嘛。那个，所以我们也有那个和平统一的案例啊，但是少，国外也少，国内也少，多数表德其实是，但哎对，但哎是和平，那个，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要争取和平统一呢是有难度的，因为那个案例不支持的东西，那个，那么现在呢，怎么说呢？这个就目前台湾的民意啊。基本上就是民进党啊，就是原来就是说96年以前吧，这个还是这个泛蓝吧，国民党那个基本蛮大，现在是泛绿吧，这个基本上现在各种民意调查都差不多80%要独立，15%是，我又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只有5%说出，也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挺不利的。原因刚才那个魏军也讲了。日本人的殖民宣传，一党法宣传，一党的台独宣传，对，影响很多。那个，所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是寄希望于他们的政治人物当中承认，就是925事件，然后呢，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是好像现在台湾人民让我们挺失望的，因为他那个目前的结构就是泛绿的基本大，那个所以就是应该讲和平统一现在应该讲难度小，但我们这边还是没有放弃，而且正在做很多工作。这个工作呢不是一味的示好，它是两边都有的，这个有好的一面，比如说现在给台湾年轻人开放了很多工作机会，是不是？台湾年轻人在这里也创业嘛，对，我刚从福州回来，福州专门有个台湾人社区，有那么650套房嘛，就台湾年轻人有一定的资质啊，就可以在这里申请来定居，这个弄得挺好的，这个这是一个，就是给他们创业的机会、定居的机会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说鼓励两岸交流的一些措施，就前两天那个又刚结束两岸青年论坛啊，是吧？对，青年论坛，所以呢。是这样啊，就是一交流保我们尽量保持，但是最近是民进党方面是设了很多障碍，对吧？对，那么我们这边一个是保持交流，一个呢就是给台湾青年人在我们的发展机会啊，那个，但是现在也有另外一手，就是对那个在这里赚钱，同时在那边支持的，这个就是最近就是打那个远东集团嘛，啊，对，对吧？那个打得还有效果啊！我刚一打完，他那个 CEO 讲，我坚决反对台独。对，马上就表态。那个，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就是台湾现在民意基础不好，是吧？受因为历史原因嘛，加政治原因，民意基础不好。但是这边还是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呢，现在在很多方面呢，在想办法，有刚才讲的保持交流。机会啊，大家知道这边的那个善意啊，也有这个就是对操纵台独的加以打击，包括那个国台办最近不是明确讲了吗？要对那个台独分子叫终身追责吧，是吧？这已经明确讲了，这个太厉害了，终身追责，然
然后对他的金主，他对他的金主打击，对吧？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善意部分，就是咱们国家办副主任讲了，说你这个所谓的房屋费以后全转到民生。我们大陆我们给他算过啊，说哎，台湾老百姓每天可以增加2万块钱收入，对，一个月1000多，是吧？已经给他算过了。这个，另外就是某种军事威慑也是必要的。那么知道做坏事，就做错犯了错误是有惩罚的。哎，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对，所以怎么说呢？我们首先得承认现在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吧，局势比较严峻，现在局势严峻，台湾的民意其实也不好。但是呢，因为刚才讲，以最大善意争取一国两制和民主统一嘛，所以呢，就在采取应该是个综合手段，在改变台湾。其实就是我觉得从香港的这个治这一块，我觉得好像也是能够那个看到这个民意是可以变。民意如流水嘛，你看在那个前一阵子香港什么战中啊，挺乱的时候，你看这个香港的很多年轻人，尤其在教育界，什么律师还有媒体，那好多都是那个，他的民意还也不在我们这边。但是你看那个国安法执行以后，哎，陆陆续续民意就逐步改善。了解，所以我就感觉到，其实民意并不决定，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被操弄的民意并不决定大事，并不决定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大事。真正的大事还是我们总书记讲的，这个整个的和平发展，这是一个大事。而且在民族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这个物质的这个基础真正能够起作用。这是一个真正的大事，对吧？这是一个所以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现在那个网民们也是都特别的动辄喊武统，赶紧统一，这大家有点急躁啊。而且好像2035有去坐的高铁去，好像有一个时间表这样的感觉。您怎么看这个时间表这个问题？他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因为三月底的时候不是两会开完了嘛？对。然后呢，国务院就公布了这个2035，这个我们的交通发展规划。哎，里面网民还真是注意到，因为就是有一条铁路，金台铁。就是有，那个，然后中国网民都是很热情的，后来就去问那个专家，工程专家。专家讲呢，是有方案的，就是什么呢？海底隧道，桥是建不过去，太远了，桥建不过去啊。这是海底隧道，而且只有中国有这个能力，我们叫基建狂魔嘛。对，别的任何国家想都不要想啊。但我们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它需要时间，需要投资，就技术能力我们有，它需要给我资本，给我时间啊。什么是多长时间？10年。问了很多权威的专家，10年。于是大家开始反推了。2035要修成这个金台铁，工期10年，是吧？那结论就是25之前必须结束，这是反推的。对。然后呢，不是前几天那个咱们那个叫国台办，那个叫中央台办嘛，他的那个发言人叫朱凤莲嘛，对吧？他才就证实了说，哎，中央确实有这个规划。所以我们国家是一向是非常善于做非常长远规划，对，然后一代一代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进行。对，而且我们规划落实率挺高的。我是让我的学生做过这个研究，就是咱们国家不是先“14五”规划嘛，那么前面是以“13五”，从15到“13五”啊，基本上我们国家这个做的规划都是实现，实现率是95%以上，个别年份是超额的。15啊，5年规划是苏联专家做的，他很保守啊。对，根据苏联的经验，其实我们2年给搞成了，把脑子都吓一跳，所以怎么这么厉害啊？所以后来他就25就开始就定的指标比较高嘛，这个基本多数时候就有2个是没有完成，但是11个都是基本上或者超额完成，知道吧？那跟美国形成一个鲜明对比，我让我学生也做过研究，美国不是每4年一个大选？
每年大选呢，他都有那个党纲的，都有承诺啊。哎，他都有承诺，结果他们是90%都没实现，我们是90%实现了，所以你看他这个历史经验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个2035规划实现可能性挺大的。那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我们为什么把《两岸70年》这本书选在那个12月15号，是因为在13年前，2008年12月15号，海协会、海基会签订协议生效，两岸实现三通。那个这个三通啊是啥意思？现在可能年轻人都那个不太了解这个三通，那个通邮，还有通航，还有通商，这叫三通。那现在就是通航了，航空飞机是通了，然后地上是那个海运是通了，但现在还有一个通没通啊，陆路没通啊。对吧，然后再来个通路，那就四通了。那我想那网友就是有这样的那个热情，就是我们的基建的这个能力，最终我们能实现路路通，这样的就是四通。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选十二月十五号其实就是纪念三通，我们期待四通。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明天是我们海协会成立30周年，那个1991年12月16号，海协会成立。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在两岸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个时刻哈，我觉得会对我们有特别重要的一些影响。那么，就是我这边还想问刘老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我们今后的统一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前景啊。那么对于就是从我们国家就是那个我们党中央的这角度来说，今后一旦统一以后，今后治理台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方略？这确实这个也是很难回答一个问题。就说这个现在呢，他就好歹咱们提出这个方针啊，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咱们现在已经有实践了，港澳问题通过这个方针，然后这个回归祖国了，解决问题了，然后回归祖国以后呢，也发展很好。当然呢，大家也知道，刚才金老师也介绍的，这些年，也香港，特别是香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出现问题就证明呢，就说什么呢？咱这个方针呢，它是一个好方针，一国两制我们要坚定不移，特别这次历史决议提出来8个字，坚定不移，还有全面准确，就这个方针，这个一国两制是一个好东西，我们要坚持。同时呢，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这个情况的发展变化，我们要进行这个有漏洞的地方，不准确不完整的地方，我们要修订。特别是这些年，这个刚才顾总介绍的这个修例风波，还有这个战中出现这个问题呢，证明就是这个我就想啊，这个一国两制呢是我们一个大政方针，它就像一个软件系统，这个软件系统这个所有权是中央发明的，是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这个软件系统呢，现在实行的过程中啊，运用到这个香港这个运用到香港它自身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呢，我们有责任把这个软件系统再重新打造一下，漏洞给它补一下，然后呢，通过一些措施，比如落实这个国安法啊，落实这个爱国者治港，就是这个香港选举。这些规章制度呢重新修订，把这软件系统打造好了，然后我们运行的更有效了，我们再在这个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再实行，那我们这一国两制会坚持的更好，我们
比一国两制的实践会发展的更好。那对台湾来说，它也是一个道理。虽然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实践，它不像香港、澳门和这个还不一样，它没有实践，因为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就提出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方针，我们这个设想是这个设想。特别是这个2019年这个1月2日，这个总书记就到台湾同胞时候发表40年这个纪念会上这个重要讲话里边，他这个讲话非常全面，然后提到一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就是说台湾这个他们不是污名化吗？一国两制这个他们并不认同啊，对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负面，对他们是一个负面词汇。他们就怀疑就是这个，我们不要港澳化，我们这个也不认同你们提这个一国两制。然后我们就提出来一个两制这个台湾方案啊，你就是你具体怎么搞，如果是这个国家最终是和平统一的，具体怎么落实，实行什么政策，你可以用台湾方案啊，你自己，你而且是可以互相协商的，可以协商的，对，民主协商。对，一个讲话提出民主协商，民主协商这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这个当时这个总书记发表讲话以后，很多台湾这个党派群体这个他这个团体，实际上在大陆到大陆来，实际上和我们有关的部门有关的方面，实际上是有步骤。嗯，他不是光一个共享，他是有步骤的。然后比如他那个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嗯，新党主席叶慕明，还有一些其他团体，因为这个台湾问题两制方案提出来以后，对他们还是有吸引力的。这个两制台湾方案是怎么搞，是吧？所以我们这个都是灵活的，是有空间的。就像跟金老师说这个，这个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我们什么都可以商量，包括台湾统一以后具体怎么弄。都是可以，这个由两岸人民，然后呢各个团体、各个党派一起协商。特别是，比较欣喜的是，然后这个2015年的时候，实现了这个习马会这个是一个新时代这个对台工作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实践，也是一个取得一个重大突破。我们两岸领导人都可以见面了，都可以坐在一起谈了，互称先生。对，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对，所以那个，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那个就是收回香港的时候，当时那个江泽民总书记当时说有一个期待，希望香港的一国两制能够率先，叫一国两制的实践能率先垂范。就是探索出一条道路来。其实有那个，尤其是这个在香港修例风波之后带来的一系列，以及现在由乱而治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香港那个这一国两制的这个实践的一个成果。这里面也包括叫我自己感觉到去殖民化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叫爱国者治港。所以我看有这个媒体就是说马上就有台湾就有一些就提出来爱国者治台了，是吧？这有这样的一个，我想这肯定也是我们今后要进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一些，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不知道金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这样啊，就是台湾问题怎么解决现在不清楚。解决的形式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面的事情。如果就是双方能找到某种方式对话，是吧？谈判解决，那么它一定是一国两制加台湾。那如果最后呢，是因为美国或者台湾当局不冷静啊，越过线啊，出现了习主席讲地动山摇，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我们采取断然措施。那很有可能治理方式就变了，对吧？你说是武力解决，它不可能有一国两制，它不存在谈判的前提嘛，对吧？如果是武力解决，那绝对就没有一国两制，肯定是我们单方面，对不对？那就是中共台湾省委直接管理，然后就成立闽台经济区了，而且以福建为主，
肯定是这样。从我们中国跟粤港澳大湾区一样，一样的，但是这肯定是这个那个福建更占主导地位嘛。嗯，就是会不会像那个康熙那个时候就靠成那个什么义府三县那个，那不好说，这可能反正是属于福建管，对，属于福建下属的一个单位。那个，所以最后怎么治理，我觉得是现在不太好下判吧，很大程度上跟那个最后的解决方式有关。那么当然期望就唐方面冷静了。因为冷静好好的谈，抓住机会对他是有利的。嗯，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时不我待啊。对，时不我待，是不是就是前六号吧，这个月六号大家知道那个埃隆马斯克，嗯，对不 对, 对，那个有人说他天才，有人说神经病啊，那个反正那个天才跟神经病往往一线之隔。他不是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那个采访吗？对，他预测二十年左右中国 GDP 是美国三倍啊。嗯，然后说看不到这一点就傻瓜是吧？也可能打傻瓜，我不知道，反正他是这么预测的。所以越拖对台湾越不利。不，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预计啊，就是我们的中产阶级人口是美国人的这个若干倍，对吧？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所以那个怎么说呢？这个最后台湾怎么治理？我觉得就是跟那个怎么解决。嗯，然后呢？怎么解决？反正我个人是建议啊，如果台湾的政治家清醒了，应该赶紧抓住机会。不是，其实又表了态，那个什么都可以谈嘛。我注意到这个，就是这个北京拿的这个讲话里面呢，就是这个2019年1月2号那个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其实有个很新的提法，嗯，搞两岸政治协商。对，哎，原来我们是有点局限于就是跟国民党对话，对吧？对对。结果被国民党绑架了，知道吧？对，那个现在我们就是谈两岸协商，就是个人、团体、政党，只要你承认一个中国，承认那个九二共识，都可以谈，对，是不是？嗯，这个实际上我们这边谈判的空间是比以前大的，对，是不是？态势对我们有利，谈判空间也很大。哎，你要再不抓住，坦率讲啊，这个从历史角度来讲，它是罪的。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期待啊，期待台湾当局啊冷静，或者台湾政治家冷静，嗯，抓住机会，嗯，推进，可以搞。那如果他不冷静啊，最后的结局啊，应该是对台湾不利。我个人感觉从历史的经验就告诉我，我们的国家越强大，尤其是我们的军事实力越强大，其实叫。中国人就是以战止战，对吧？止戈为武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军事实力越强，我觉得任何有别有用心的人，他越不敢打。所以我记得金老师，您有一次说，这美国人是，就说美国人是很势利的，他一看打仗没利益，他肯定就不会打，对吧？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大陆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抱着最大的诚意来对待、来看待这件事，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就是一个叫什么，有点战略相持，看谁有定力，看谁有那个足够的耐心来发展自己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吧。还有那个刚才这个，我们有网友啊。专门有一个问题问金老师，您刚才提到对于年轻人呢有一些期待，然后呢年轻人说要防止这个年轻人躺平啊，然后就有网友就问了，说请问金老师，年轻人读什么书才能防止躺平？哎，多好玩，读生活之书啊，读生活之书。您解释一下生活之书的意思。就是乐观的看待生活吧，那个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现在年轻人呢，有幸运的地方啊，因为国家整体发展不错，但也有不幸的地方，就现在竞争挺激烈。我记得当时我们读大学啊，取的比例很小的嘛，嗯，就读的大学那个时候工作是有保障的，反正我是复旦的，我很感谢复旦啊，在一个好学校，那个时候都是工作等我。您是哪年从复旦毕业？84年。84年啊？80年进去，我80级84届啊。哎呦，那个时候每个人好几个工作，那个现在年轻人找工作多难，是吧？这个因为人多了嘛，供给多了，所以那个
现在竞争挺厉害，这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啊。年轻人内部的竞争很多，用网络说法叫内卷。对，因为呢，改革是时间很足，但是也有个后果，就所有的价格都上，是不是？成本上呢，特别是这个房价，这个特别是大城市房价，小城市还好，小城市还便宜，甚至有点降价，大城市房价确实贵。所以你想啊，它竞争压力大，生活成本高，它确实容易产生。但是我为什么要说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呢？因为你生活在中国。中国的机会还是比任何别的，是吧？因为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强调就是占一个好平台，就国家我们平台最好的，我们发展就是比别人快，你在一个好平台，机会多，这是一个。然后呢，应该讲咱们国家政府啊，还是就是勿忘初心，这个为民服务的，为民谋福利，为民谋福兴嘛。所以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它就是资本，因为适者生存嘛，你不行赖你自己，你疯一次，你在街头睡不着。所以它的资源是日益往那个富人集中，而咱们这边是强调公平富裕的，对吧？所以一个那个国家是个好平台往上走，一个呢我们政策还可以啊，不是那么被资本完全操纵资源，所以生活在中国不行。所以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承认有问题。但是必须认识我们有机会，那么个人怎么抓住呢？首先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生活态度，要掌握一技之长，掌握一技之长。你不能就是什么都不干，你就躺在那，人家给你送福利，那不现实，那也不公平，对不对？对，还是那样，像我贵军这样很努力，那就应该干得好，就应该回报多一点。对，就是你不能就是懒汉也不行，是吧？对，你得有一技之长，然后对生活啊乐观，要敢于承担责任，对吧？那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承认有问题，但是同时一定要承认中国的机会，生活在中国的幸运，然后你要抓住这个幸运，还得靠自己，对吧？其实这个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那个可能有时候人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哎呀我真难真难，其实你放在历史上看那个那的问题很多，你说现在那个物价比过去要高，但是现在收入水平比过去高。您想想，您当时刚毕业的时候，80年代，您一毕业时候，您才有多少块钱嘛？对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吧？那个，我到那个刘老师啊，您这本书啊出来之后，那个会有一系列的影响。您接下来还有些什么新的计划呢？我们很关心啊，我作为出版人，特别关心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也是个，确实是，这是通过和商务合作，这个书能够顺利出来，非常感谢商务译文馆，感谢顾总，感谢咱责任编辑刘岩老师。这个说没想到，一个是这个我这个。这个书这个出版消息发了以后呢，我一个同学，大学同学，他也搞出版的，也搞了十多年了，把这个信息发给他，他这个很惊叹，这书也能你也敢写，这书也能出，这书那个刘老师你居然敢写，然后这书商务印书馆你居然敢出，对吧？对，这个确实是他们这个。这个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商务这个从商务合作确实是非常非常感谢，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能把自己的这个多年研究成果能够呈现给大家，呈现给读者朋友，我也非常欣慰。这个说说就是我们是搞这个党史研究，搞党国家主要领导人这个著作编辑，这个我就想打开这个有什么呢，咱们这个党史研究和这个咱们出版界和这个读者大众这样一个渠道，就是说这个书呢，然后你写出来以后呢，它首先是它是正史，它得有从政治上来说啊，它是那个这个符合政治要求，它这个史实才准确啊，这点太难了，史实要准确太难了。
我觉得只有您这边能够看到那么珍贵的史料，才能拿出这么重要的那个史实准确这一点。专门搞这个研究啊，它首先第一点要严谨，这说的话，首先要准确，大众不能给大众传递一个不准确的一个信息，对，是吧？特别是和咱们这个商务印书馆这样这个著名的文化企业合作，它首先商务也是非常严谨。据我了解，这个书我后来以后，中宣部出版局统一出版以后呢，咱们校对了多轮，然后这一个字一个字，每句话，都非常严谨，和这个责任编辑老师交流过程中啊，说这个书啊出来以后呢，作为作者，只是一个小的部分，它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咱们出版企业，涉及到咱们出版人，涉及到责任编辑，说方方面面。并不是说作者一个人的这个功劳，这个下一步呢，还是想继续多写这样的这个通俗读物，然后在这个本职工作干好的同时，在这个当时研究好的同时，呈现给大众一些这样一些好的作品，这是下一步想法。好，谢谢。那个我看网友还有一个问题是问我的，说那个2022年还有哪些与当下大家关心的重大课题相关的好书出版？那这边我想那个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商务印书馆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出版的一个状况啊。商务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名号啊，一个名号叫工具书王国，还有一个叫学术出版重镇。那工具书王国呢，就是商务印书馆啊，我们出版那个各类的工具书。什么叫各类工具书呢？就是字词典啊，字词典。这个中间不光我们汉语工具书有，那个是我们的主要的方向。比如说那个像新华字典呢，去年我们出了第12版，现在马上第13版的工作在开始。像现代汉语词典啊，现在是那个现代汉语词典的第7版，现在在销售的，但实际上第8版的修订马上要开始。接着我们还有牛津系列那个英汉汉英的这个词典。不光这些，商务印书馆还出很多就是英文的，也包括多语种的各类的词典，包括那个就是。联合国所用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些工作语言的这种词书，还包括大量的我们所谓小语种，规范上非通用语言的那种词书，80多种词书。商务印书馆工具书王国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我们既有销得特别好的头部产品，我们还有各类各种各样的面向各种层面的工具书，商务的工具书加起来小1000种。字词典，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学术出版重镇啊，商务印书馆我们是中国国内做那个就是汉语的学术出版的一个最重要的机构。那刚才我们金灿荣老师说给他带来很多那个注意的，像汉译世界名著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今年40年出版了，到现在出版了那个950种，接近20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把那个叫什么西方，不叫西方，中国国外的很多优秀的那个就经典名著，用最好的翻译过来。这个里面我经常跟大家讲，汉译名著是2个精品，一个精品是所选的作品都是经典。第二个是翻译类，它的翻译经过多年打磨也是经典。因为我们都知道翻译不好能把一本书给弄糟的。所以这是汉译名著的一个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目前不光是汉译名著，围绕着汉译名著的蓄水池我们有几千种。真正的名著翻译过之后得到了相当长时间的学界的认可，说哎，这个翻译确实是好翻译，
我们再给它纳入到汉译学术名著。那么不光做这些了，商务其实我们原创的中国的学术专著大量的也都出版。我们除了汉译名著，我们有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我们还有那个当代学术集要，但凡文史哲政经法这一块都是商务的那个覆盖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每年我们翻译类的书有几百种，这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个的看家本领啊。同时我们每年新书我们要出到1300-1400种，全是新书，这些新书里面大量的是我们原创的学术著作。所以在这儿也顺便做个广告，就是那个明年，其实在今年应该出的，但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可能会挪到明年正式跟大家面试，叫现代汉语大词典。这个是我们语言所中国最优秀的一批语言学家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最终完成的一个叫中国语言学界和中国人文社科界的一个共同的心愿。80年代就提出来应该编有现代汉语词典，应该编一个大词典，现在终于接近尾声，要马上要完成5大卷。所以我经常说新华字典是我们国家站起来的一个支撑，站起来的一个工程，解决识字问题。现代汉语词典是支撑我们国家富起来的，因为它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普遍的进行发行销售，一个工具书打的一个文化基础。那么支撑我们民族崛起复兴强起来的项目就是现代汉语大词典。在这儿先做个广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词典。同时这些词典还将不断的一代一代的进行修订。那除了这个，我们的学术出版明年汉译名著肯定得那个达到1000种。当然我们继续做，我想跟大家说，那个当时80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做汉译学术名著的时候，当时我们开的书目是2000种，但到现在奋斗40年才完成了1000种。我们将继续奋斗下去，我们把最好的学术著作，把世界上最好的优秀的学术成果到纳入到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范畴里头。同时我们会大量的，就像出版那像刘桂军老师这样的这个优秀的原创的学术专著，也是商务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当然还有商务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这都不重要。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商务是我们的出版行为是要跟着时代走啊，跟着时代走，然后为这个民族崛起来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商务的一个方向。商务的历史上，明年呢商务125周年那个成立，商务历史上它的发展就是永远踩着时代的这个重要的节点，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的出版物是为时代服务，是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和中国的建设来服务。商务也要秉持这么一个传统。现在的这个新时代，叫那个进入到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我们的人文社科，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各种创造面临的一个新的机遇，经济发展，学术一定要翻，文化一定要振兴。在这个过程中，出版商务印书馆是能发挥很多作用。所以在这儿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朋友支持商务印书馆，然后呢那个我们优秀的学者像金老师刘老师能给商务合作啊，这是我们的荣幸。同时我们有愿意出版更多的我们学者的那个著作。我们一直说读名著找商务，我们希望像金老师刘老师的著作今后在商务印书馆都能够成为名著，都能够成为经典。好吧，这是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那也在那么今天那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那么非常感谢我们金老师刘老师到商务印书馆来
进行这两岸七十年的这么一个新书首发，我们期待这个书大卖，我们也期待台湾问题能够尽快的得以解决，让我们能够坐着高铁去台湾，饱览台湾的秀美风光，共享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的荣光。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谢谢诸位，谢谢。